要重开吗？都可以啊，都可啊。我天，我懂。随意。什么？我能重新进来吗？什么意思？他卡卡的。等等，换房间了吧？哎呦！要玩宝可梦也可以啊，或是猜动漫人物啊。只是动漫人物的话，我应该是猜不到啦。我顶多就是画，然后不猜了，因为我其实对很多动漫已经不熟了啊，没有在追，所以很多动漫不熟。靠，他什么？他什么鱼？忘记了。啊，这个，哈哈，想起来了。不是啊，重点是那个已经出去开了啊，蓝蓝已经出去开了，不是吗？不是蓝蓝啊，柔那个啊，温柔。车轮鱼。在等那个啊，在等问楼开。三小，我跟你说，他还没画完啊！你画的好像猴子哦，学妹，你真是超像猴子的，真的不是我要说。没有，你的线没有接起来，你在那边子倒颜料。你屁啊，对，你屁股的线。你，不行，我快笑死了。你胯下那个点没有点起来啊！我先换房间了，我先换房哥了。
笑得好累哦。我连接贴了，哈？他谁？他是谁？等一下，这名字太……他谁？等一下，可是这个很多人没看了吧？不是火影啦，等下谁啦？哎，不行啊，我觉得动漫会死一大堆人呢。什么你妈？等一下，哎呦，就算讲出来，这火影这海贼王的啦，不行，我不行啊！这太大。干嘛道歉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哎、欸，阿伦怎么跑掉了？不用道歉啊！不认识，没有，我说动漫可以啊，只是我说我很多动漫不认识啊。我刚刚也是什么凯撒跟什么埃及什么维吉的还是什么的，那我觉得你都不认识就直接气过就好了，不用随便让人家笑就好。哎、欸，我笑到好热哦！天哪、啊，都你们了、啊。什么题目不知道哎、欸？先进来看看。
哦，笑到好累哦。我想说，哇，会坏会坏三个字，然后很努力在看，然后先一横一撇，我以为那个是脚，结果是不认识。我可以把这一段剪出来吗？很小，4小时25分。我决定把刚刚的剪出来了。哪那么多蚂蚁呀？是天气好了之后蚂蚁涌出来，是准备要下大雨了啦？哈，哈，欠杀你们这群臭蚂蚁！你是说你的花豹吗？我是单身狗，这样就好了吧？我忘记改名字了，贝拉诺。西明是白痴哦。还有人要进来，然后没看到房名的吗？哎，15我也不知道啊。开始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好累哦，笑得好累哦。你没有锁房哦？还是他是忘记打名字哦？不是欸，你在画那小你去死好了啦，在画什么呢？野果也不是啊。哦，这个吗？那个谁啊？什么
NICOLE， 你在乱打字的话，我会让你去冷静一下下哦。我可以让你冷静15分钟、30分钟、60分钟，看你喜欢哪一个。有吧，我有弄到吧。得了了了。为什么食物还能拆开啊？什么食物啊？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猜的不错。猜的不错，有水滴鱼。我刚本来想说也是鱼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为什么幽月你不画雪人呢？你可以画个雪人呢。你画那个真的很像下雨的雨呢。然后鱼鱼，你在装可爱哦。不是食物的题目，总会有人猜老鼠。为什么要猜老鼠？你看我，这是我讲的啊，你不一定要直接画乳酪啊，你可以画一只老鼠来吃乳酪啊，这样也可以增加你的画工啊。啊，你只画乳酪的话，就只是个乳酪在那边而已。忘记了。什么？黄色？西瓜不是吧？这不是西瓜？我忘记了这个吗？嘿嘿。你们都吃老鼠哦！我的天哪，好恐怖哦！我们家有几只哎？有需要吗？OK， 哎，他画的很像啊。只是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个，你们没有看过这个水果的话，就不太知道啦。抱歉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其实你们没有写几个字，我很不会猜呢。
哇，四个字，珍珠奶茶，那忙猜到有没有？东西，这太难了吧！这太难了吧！没事啦，大家都有往沙拉的地方猜，你很不错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很棒。是啥？哇，你那个眼睛点在锅子那个线上面，你好屌哦！你是小偷的脸吧？哎，你好会点哦！你超强哎！不知不觉快五点了欸，我要关台了。今天没有首播哦，今天没有首播哦，所以什么？所以等一下就是直接关台，等晚上看怎样，不是看怎样，晚上再开台。你们是题库狗吧？猜得到？是什么啊？团团那个团团是画这样子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印象哎、欸。我早就忘记了，哎、欸，你画这个很汤哦，不要乱画图哦。现在是合家观赏的图，这个频道是合家观赏哦，晚点才是。不要乱加东西，好恶心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永泽，啊！
小子山安安。哎、欸，你是否说过你要叫什么？可是我又忘记了，对不起。没事啊，要关台热。叫什么啊？忘记了。不是洛璃代表什么？是洛璃让你画得很像什么？啊，结束了。欸，我们刚好一轮了欸。一轮刚好画完。好欸。然后继续画，画到五点，我就直接自己关台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待会就自己离开去休息。那画到五点，我就自己离开去关台了。还是你们想看完他们的神作？你还是觉得你画错了。你画完了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哎呦，什么啦？这是什么？贝类？让我回答。那你觉得羽毛是动物吗？那你觉得羽毛是动物？慢慢慢慢慢，看这是哪小啦？你如果说这是布丁，我会杀人哦。还好不是布丁，这什么啦？啊、哦！没有，我的兴趣只是杀人而已，不是动不动就杀人，我就是喜欢杀人。
其实后来想想，也不能怪你们呢、啊，因为你们很多都是用手机在玩，对不对？手机控萤幕也不好控啊，用滑鼠画也不好画，对吧？那也不能怪你们，只是单纯的是，我就只是想杀人而已，我只是想杀人，跟你们画的好不好无关，就只是想杀人而已。理由很简单，我用滑鼠一样啊。大家去洗澡了。我就慢慢画，你们慢慢猜嘛。你不懂这个梗，他喜欢吃拉面，没有啊，就单纯是他喜欢吃拉面，然后就画他。嗯？不要骗我，这什么啦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！你们提酷狗哦，这怎么会知道啊？生菜吗？不是啊。屁嘞！就是阿米狗的，我怎么没看过？还是我没剪进去啊？我记得我们是画清健口香糖啊，哎、欸，好啦，那我先开到这边啦。那晚点就这边让他们慢慢玩吧。那晚点再继续，不知道玩什么，真的不知道玩什么了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啦。感谢今天下午的收看。今天我以为我开了六小时，没有，忘记我不是十二点开啊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咯，那我们七点后再见，不七点后，我们七点见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